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。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这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大魔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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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，所有的狗肉汤都是肉片和新鲜肉一片一朵，没有老肉。这样做出来的狗肉汤。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进来了。你们都说我们家这只猫要揪后脖颈才能听话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后脖颈是吧？我揪着了。听不听话？你敢打我？还凶不凶？哎我操！走了老。我说怎么了？能死吗？老了。他不怕吃。你可比那吃播强多了，你这真吃真辣呀！快吃！干啥？药味儿你也打我，不是你几个意思啊？我要给你做驱虫，我给你做个驱虫，做个驱虫好不好？哎呀呀呀呀呀，凉风凛凛吹到天边，真了我衣襟，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。
削的？我不敢呀、啊，这是你老婆你削吧。我也不敢呢，咱算了吧，行吗？行。你到底想几个命儿？堵门是不是？我就走，咋的吧？啊！啊！你干嘛呀？就只看了你一眼，就已确定了永远。那时候车马慢。三儿，你干嘛呢？你快把它放下！你咬它干什么呀？你骂来了。你妈来了，你妈来了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你妈来打你了，这是你妈的干儿子，快点放下，听见没？给老二放下，我怎么感觉他都不动了？你给我咬死了，怎么怀孕了变得这么凶呢？人家都不咬，就你咬，听见没？快给老二放下，不听话了，小老三最乖了，快放下，快放下，快点，我看看啊，还活着呢。我像风一样自由，想想你的温柔，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。你好胖啊！我这不是胖，是美丽在膨胀。我这不是壮，是幸福在歌唱。我这不是鼓，是细胞在跳舞。我这不是肥，是脂肪在搞鬼。我这不是肉，是可爱在怒吼。
Lonely, I'm Mr. Lonely.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. 老啥吴老吴啊，一天就知道老吴，他在那揍你儿子呢。是不是过分了老吴啊，那小花的手让蜜蜂蛰肿了才让你看这孩子，就这么一会儿就把孩子给揍了。哎呀真得让你体验体验了，以后就你看孩子喂孩子。我太难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别笑。你干啥呀，哎没熟呢你干啥呀，那煮着去吧，都是滚烫滚烫的，你别摸烫爪。烫着了吧，是不是烫着了？没熟。哎呀，我去了，我你催也没用，它还没熟呢，大哥。球哥，它还没熟呢，你先别催它，行不行？你催它也没用，你别动它，它没熟，你懂不懂？没熟。你看烫不烫？你看烫不烫？你看烫不烫？你可着急了，你的爪子给我拿了，快拿了，那热水。